王一博被传和李子璇有恋情，不过这一波恋情的曝光没有照片，没有痕迹，全靠的是演技和盲猜。这件事情还是要从前段时间王一博的香水事件说起了，后来官方出来澄清，工作室发文，这件事情的风波才算过去。但是近日网友们称，看着那个倒影很像李子璇的自拍照，另外还有人说李子璇的抖音早有暗示，跳舞、小摩托之类的，难道女孩子自己就不能有什么爱好吗？如今李子璇方发表了声明，乐华也发表了声明，双方都立即澄清了这个不实谣言。前段时间网上一直有流传3000万顶流的瓜，根据网友的一些分析，认为这个瓜应该就是王一博这个瓜，不过这个瓜有点假。针对王一博的恋情，有网友直接出来作证，因为王一博太忙了，真的是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其他热都看在眼里，所以还是不要随意猜测的好。毕竟王一博也是不想凭借这些绯闻上热搜。